玩腻了三国题材的游戏吗？来试试这款可以操控岳飞等大宋名将的越战天下吧。玩家在游戏当中要先发展内政，建造农田产米，林场产木头，以及建造民房供人民居住，巩固经济，慢慢提升官职之后，就能够随着剧情体验宋朝的著名战役咯。战斗会以全自动的方式来进行，玩家可以专心欣赏战斗的过程。游戏当中还可以邂逅各具特色的妖姬，有他们加入之后，就能够一举大幅提升军队的能力哦。